可能会给自己的兰花换盆，但是有一些养护方面可能大家把握不好，就很难让这个兰花到了新环境之后快速的长根长芽出来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给它浇灌一点这种蓝菌王就可以了。蓝菌王它里面含有大量的兰花共生菌，因为兰花的根系是与兰花共生菌共存的，所以兰花共生菌越多，那么它的根系恢复的就越快，长新根就越快。所以我们上盆之后最好给它7天浇灌一次这种蓝菌王，按照1:300的比例兑水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快速的恢复，快速的长根长芽出来。同时这种蓝菌王我们平时养护也可以给它1个月浇灌一次，增加盆内的兰花共生菌，让它在生长过程中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，让它长势更旺盛，能让它开更多花。好了，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好。